不谢，谢谢谢你们支持。这是瑞士的蛋糕。除了只要每天在吃啊，就是。对，这是美香，这是美香。谢谢，就不告诉你的奶茶。旁边好像要修理草坪，会有一些声音，会有噪音出来了，马上。我们看一下啊，我慢慢移动，慢慢移动。看到家人们这边。上面要处理这些草坪，应该是处理这些杂草。应该会有响声的，赵爷来了。要除杂草，除杂草。我看他拿着工具上去了，会不会启动这工具？看一下，希望他不要启动。哦，声音很小，声音很小。你们能听到声音吗？声音很小很小，这不像之前，不像之前用那个吹风筒吹的那个噪音那么大。谢谢陈姐，每天回去了。